れは。あれは。もしかしてさっき逃げていったやつか。獣。いや、どうやら人のようだ。こんな足場が悪いところでなかなかすばしっこいやつだぜ。这个厉害的家伙吗？追啊！待て。等等。なんです？Boss要来了。你不去招惹，人家也不会招惹你啊！他居然在我们发现之前发现到，哎，我还以为亚特鲁也会跟着说。亚特鲁，看来你还有的学啊！果然是鱼。玻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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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玻璃。鳄鱼，大鳄鱼。哦，长翅膀的大鳄鱼，乐图乐乐乐士比苏斯，有翅膀。好，来来来，怎么说河马，都还蛮像的啊，毕竟看不到它爬出来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在下面去跟他打。大叔，你先上。喂，潜下去了，潜下去了！哇，大河马！哇哇，那个水面的波纹也会打到我，傻眼！冲啊！哎，很适合，很适合。他在移动，我们也在移动。喂，呜，水波，水波。关键就是那些水波，哎、欸，小 case 小 case， 只是那样躲也没用啊，只是一个哎，不能躲，滚不了了，欸、没气了没气了，哦，来又来又来了，感觉是要不断的躲啊，不断的躲。不断的躲，不断的躲，没有攻击时间。没有打掉了，上岸。哇，他是用背上的气泡有没有？才有办法浮在水上。喂，想干嘛？新技能，新技能的招式真的很多。喂，有时候不小心按到换角。来吧，拔刀！呼呀！必杀一斩！哇，帅帅帅帅帅！哎，躲回去了，想到呢，他背上的泡泡又来了。哇，有没有全砍呢？原来主角是砍泡泡专家啊，专门砍泡泡的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嘿，没事没事，我先蓄气，砍泡泡，来砍泡泡，砍泡泡，砍泡泡专家。想干嘛想干嘛？技能真的超好用！喂喂，哎，滚滚滚！哇，居然被踩到了！哎，你要飞走，别飞，别别别！我没有飞，他是放电，电我哎！啊，血超厚哎！我现在发现，妈的妈的，妈的妈的！妈的妈的！又躲回去了，那血已经快不多了，已经快死了。OK， 下一次就可以了，下一次就可以了。第一条血就开大，不怕太早啊？没有，因为毕竟刚刚的 BOSS
我们还没开大他就死了。避免大没用到。要等他爬上来，我们太厉害了，什么都躲过。上来了，上来了！你该去死了，你该去死！你不要跑这么快，你回来！你不要！没有用这种方式追到他，狂砍！哎呀，哇！哎，完了，还是要吃个回复药。他居然在最后来这招。喂，哎，我躲了，就剩最后一点，你也要这样子拼搏是不是？哇，就剩最后一丁点的血量，然后他超能打。如果他提早一点，剩下最后一排就变成这种战斗模式，肯定会变得很难。啊、哦，辛苦，有鱼哦，不要以为我没看到哦。叮咚，身为专业的钓客，就是在水面上钓鱼，站在水上钓鱼，哎，合情合理吧。好了，伦格好像有掉过，还有哎，竟然还有一只，我们就再掉一下。这只比较简单，小弱弱。他名字的低级鱼，他给我的东西还比刚刚那只还要多，真是大傻眼。把地图都跑一下，以免有影响。我们这边还黑黑的，我骂骂。好，噔噔噔噔噔。BOSS 不会再打一次啊，那就只能打一次。我来到了新的地方，奇岩海岸。对啊，刚刚的家伙嘞，为什么逃呢？完全没看到人影，神秘。主线故事也来到这里，哇，刚好大一片地。现在我们都成功探索完，不错。哎呦，有主线故事哦。顺便把这里都探索一下。哎，我们偏偏不去主线故事呢？哎，我感觉那个故事有没有就要强制带我们回家了？顺便把这里多探索一下，钓竿也太歪了。叮，来喽 ，easy， 七彩宝石。哎呦，看到人哦。这里呢，有几条鱼可以钓。大叔，让你秀一下。哎，大叔你歪了。有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哇，好简单啊！哎，是迪恩，你干嘛啦，大叔？这招真的很好用，在他的接技过程当中，那敌人有没有也会被就是一直被打来打去，没办法进行攻击，这样的招式就不错。
そうは。かかったぞ。よいしょ。よし、釣れた釣れた。蓝沙比。好啦。还躲在石头后，我打你！お願いだからこっちへ来ないでくれよ。干嘛？他是怕什么？为什么会怕人呢？他是被人追吗？他怕的居然是人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为什么要躲呢？嗯，重点是为什么要躲？不是你是谁？该不是某个人的老公吧？なんとかこの島に漂着したまでは森で獣に散々追い回されたあげ、还被一个可怕的大叔追着跑。说不定人家是要救你啊！宪兵看起来在找谁？你做坏事吗？没有，他只是，果然是有做什么事吧。走，跟我们走回来。阿特鲁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马上回来。正好，就一起来吧。马上回来。大家一起回去。真走超远，到了吗？加油，再跑一下。胡麦尔擅自脱队，哎呦，感觉很可疑哦。关键的时刻他却脱队了。啊，それなんだが、みんな落ち着いて聞いてくれ。バルバロスの旦那が何者かに切りつけられて倒れちまった。大叔遭受攻击。お、獣か何かにやられたのか。我是被人。いや。哎，你看你看，太可疑了。本当なのですか？一体誰が何のために？キルゴール先生によれば。詳しいことは今から話す。好。为什么人？大家都到了这个无人岛了，彼此还要互相的打呢？人类啊，傻乎乎。现在应该可以说话，所以他知道凶手是谁吗？是漂流村的人还是外面的人呢？还是说到底是什么呢？阿德尔，来てくれたのか？我吓了一跳啊！怎么了呢？有人叫他停下脚步。声音的方向看过去，手脚就瞬间被割伤了，只看到披着长袍的背影。哎，这么厉害，有留下名片吗？上面写着：“我要把你们全部碎尸万段，我要把大家都杀了。”我是李某讲，太有事了吧？嗯，李某，那是。